倒数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互相开始。来，弟兄姐妹早安，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来赞美神 ，Amen。在这个荣耀的早晨，神今天早晨要让我们唱出 ，Amen。高举我们双手来赞美他。在这前面后面，让我们热情的赞美神。主歌。准备进副歌。
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小文，拍手文做哦，想拍。大声麦唱。你是我喜乐泉源。我们的盾牌，Amen，在他里面充满恩典，阿们。Amen，今天早晨让我们再次来到他的面前，要来经历他，要来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邀请你举起你的双手，更多的渴慕神在我们的当中，更多的思想他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主歌唱。
首歌二。感激如此恩典，如此恩典，是我敬畏，是我心的安慰。主席只是提供恩惠，只是何等恩宝。一起来宣告，再次，再宣告一次，第三段主歌。我主，我主。
常多哦，是弟兄姐妹，一起同声抬头来到上帝面前祷告，上帝的恩典已经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宣告我们已经不再被捆绑，今天得着完全的自由，今天早晨上帝要将他的恩典充满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，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跟主说，主盼望在我的里面，神越来早晨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欢迎所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，你是被你的朋友邀请来，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想请你从你的座位上面起立，我们要给你一个热情的欢迎，这是我们很兴奋的时间，我们也要送你一份小礼物，所以请所有的新朋友准备好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一二三，请新朋友起立，耶，弟兄姐妹还有，结束。欢迎你们！好，换回来啊！耶，欢迎所有的新朋友。接着呢，我们有60秒的时间，邀请所有的人一同起立，请你去找你不认识的人，跟他说：“
跟你一起敬拜真好，开始。下